bế bài chức cài yếu kinh cực kiếp ra họ xoay ra đủ chế hơi yếm nhẹ nạ đông người chỉ chèm từ đây thiên nguyên sư tiệm ca dốc sư yà phong chú đàn sư dân sư vợ nông người đạo cả những nền tài nguyên tài tiệm ca đàn chiến chỉ cơ ý tâm thần sư tiệm qua đạo sư ra đủ chế hơi yếm nhẹ cơ đại tiên kiệu yếm kinh cái xin khoa ca đàn tử thông cái xin khoa á chính ca đề đàn bơ cơ hùng quả họ yên tài khải hà mì cơ yên qua sư thoàn chú đại chung sư啊，今仔日呢，咱特别向各位来做些分享，吼，伊人脑的含义，吼，伊大概，吼，啊，咱后尾摆呢，就是要讲伊个啥文言，所以呢，六十四卦唯有天卦甲坤卦文言，其他无文言，也就是安尼来，吼，啊，来，啊，请咱各位前贤呢，啊，来看，啊，咱第一爻，所以第一爻叫初六。哦，第一爻哈，所以万事呢拢伫啥平地起，所以咱画一支一支卦，拢伫下底生态就对啦。那就起一间楼啊，就同款，地基爱先靠栽，哦，啊你要起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就输在你塔呀，哦，啊所以呢，咱看卦也是同款意思。啊，所以初六爻呢，哎，就是讲女双兼丁字，哎，啊大一个小常识来讲女啊初六女双。因此你也训至其道，自见兵也。啊，咱各位前年，咱无话讲着讲，哎，即个出现就是天泽女的女，哈、哦，也兵哦，做奥妙就是真得嘞。就讲也出现个一支卦，嘿，啊啦，就天泽女是唔是啥第十支卦？所以呢，伊伫坤卦出现的这支卦当中，哎，绝对有参有关系。啊，即个咱看会出来，我再讲一下，哦，这是伫坤卦。哎，啊，坤卦，伊动脑底脑动了，比是咪比第二好，吼、哦，啊，即个第二好，佮晋升咪比第水书，第水书佮晋升来比第三甲，啊，第三甲，第三甲就比这支卦对不对？这支卦佮错卦了，就变作天泽里啊，啊，刚过来清楚，吼、哦，易经就是安尼，易经参所有的经卷拢无同款，以前变万化。所以只要伊一支出现伫这支卦当中，你去啊找，用初卦还是用动脑还是变主卦，绝对有法度啥找到伊的本源。吼、哦，那像咱咱人同款，咱人的本源一倒，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遐来啊。哎呀，咱就是要找到咱本源啊。爱之啥天泽里，是安那才会走来遮，伊的本源就是安尼啦。哦，啊，所以你无去找到伊本源，你唔知影即句咧讲啥。吼、哦，啊，所以啥物叫训？训就是渐渐的意思啦，豆豆啊，吼、哦，唔是讲一下子就有法度安下，无可能的代志。好、哦，啊是呐，第一号伊要来讲女双兼兵制，好、哦，咱来看伊大概意思哈。伊、哦、讲初六，素以女双也，既有兼兵，素以既有女动女攻，因之为道，本无啥天弱地弱啊，即只啊，即组只呀。故处于理想以明之素也，用之为物，非其物素，以至于什么啊？着之者呀，哦，所以伊来讲，大概意思就讲，初六是安那开始就变啥理想，因为吼坤卦代表生呐，所以叫理想呐，哦啊，那时候吼，伊讲大个生的时阵，你唔忙讲啊，迄生命呢无啥。就是予咱有这个啥聪明睿智，你若着生，你着知讲哦，安那要着生啊，哎，要着生了会安那会变结冰啊，哦，意思着讲叫咱安那有先知而发迄种个聪明睿智，叫咱来先知先觉，哦，啊无先知先觉，啊无嘛后知后觉，绝对毋通不知不觉，哎，这是重要个呢，哦，所以为人你爱看人救了倒了，哦，我着抢我着拼。上好个老一个，迄个单节是同款啊。本来吼，一天拢啉两罐海头啊，哎，食一包烟呢，啊，啊伊也食三顿吼，因某看伊的时阵，两罐海头也放伫遐，等下两罐就啉了了啊。啉了倒，迄天转去，啊呐，就规拢解开安尼，是安那嘞？迄经验有够好，啊无听到啥物道理啦，啊就啉了倒，啊听三报了，伊就知讲，哎，我要食素食啦，规个都拢解开啊。所以叫女双兼兵制，伊知影讲我的本源是倒啊，哦，啊，所以叫先知先觉，哎，啊，咱也袂歹，咱叫后知后觉，吼，哎，前辈在咧修，前辈在咧行，知影进三者普渡大师，哎，我嘛要对一步啊，我嘛要叫怎啊，
对来修，对来行，这嘛是叫啥？有啥？有感冒，叫你学医学甲。哦，啊，昨天忙去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吼，啊，你收你的啊，啊，菜吃你的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哦，啊，所以咱啦，人尽三者，颇多加会机缘，哦，啊，那对不对？啊，有甲无猜，所以较早就是一个啦，啊，一个人吼，三十九岁就归空倒去，归空倒去了吼，也无天主了，人问讲，无米人啊，啊，人尽吼，迄个三者颇多呢？在人间的普渡大师啊，你敢拢毋捌听过？伊讲毋捌听过。啊，无恁厝边也是亲戚朋友，甲人食素食，咧修道中的呾，一贯道的个啥？会先天大道。伊讲有啊，阮表示就是啊，吼，食素食啊，食几啊十冬啊，吼，啊有够虔诚个。啊讲安尼对啊。你表示煞拢无去来讲过。伊讲有啦，就来讲啊，我也要听听迄，要信信袂了啦，所以来阮兜三界拢去我福德啊。伊讲阎罗天主讲对啊，迄是你不知不觉，人先去将至尊至贵大道送到你门口埕，吼，你表示吼嘛将这大道要讲互你知，毋过你都无法度啊，根基太歹，所以呐，人宝贝互你当作鸟屎仔屎啊，所以。你安那袂当怨叹别人，来，按功定罪，看你即世人做偌济善事，做偌济恶事，边看边蹲，看派去倒轮回转世，卡过来蹲，迄就是安尼嘞。所以咱今日去度人，一定爱去度，是安那，咱知影的、熟悉朋友，无熟悉就免讲啊。咱若熟悉，你一定爱度，是安那要度。到时就像这个啦，伊也去阎罗天主遐，阎罗天主问啊，讲你周边去，无人请教所信，煞无人咧修天顶大道，伊嘛是讲有啊。就讲某位人，就伫做一间佛堂。咱若拢无阿讲吼，你敢知影？咱有哪问过咧？敢知？咱有阿多有阿讲，迄唔的时阵吼，迄参咱无关的啊，因为咱有阿多啊，迄是伊家己不爱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面格。所以咱就是呐，爱有先理先觉这种呐。这种的角色，所以第一老伊就是来讲安尼，讲故意出处名字，即个初为将啊，如同呢去打着生啊，离敌兵安那咧搞啊，故及时回头，为啥关关之心修心养性呀？所以客人讲哦，那是讲你问到大哥了，我赶紧来回讲阮教。唔茫阁伫苦啊，沉伫苦海啊！人生是苦嘞，真正人生有够苦。讲着人生的苦，真正目屎就飞袂离啊！所以你看，人生不但苦，生老病死，真正有够苦。咱就唔茫一只吼，一苦海阁啊，阁一只流转落啊，唔茫阁一只轮回不休啊！咱爱伫苦得乐，变咱较有法度伫苦得乐，赶紧来修正道，叫做修心养性。咱若无修心养性哦，迄个苦永远都伫咱个啥，咱个生活中。所以你看，咱人就是苦字伫遐啦，写到做名个咧。所以哦，爱赶紧嘞避苦。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啊？两粒目睭，一支鼻啊，一支嘴，安尼有苦无？真正苦袂了。所以咱人一个人就是一个苦安尼。所以唯有修道不过钱，赶紧来修道，你咱啥转变咱个念头，念头转过。地角就对天动，所以人讲一念善即天动，一念恶即地角，绝对是安尼。所以要安怎念头啊转好背，安那，我同款呢，嘛是会笑呢，迄嘴出来都毋是苦的安尼。所以咧，你啊看，只要我自教，我今仔修心养性，安尼自然来当那离苦来得乐，吼。咱要讲到个意味来讲，苦卦，咱阁会记哩无？伫初级班。十字劈下卦，九月卦是日八卦波卦，十月份卦是日叫做啥？十月份六就是叫做坤卦，十一月份呢叫做福卦，咱这拢爱知影嘞，你遐清清楚楚，无你有呾当个啥物卦，这是几月份个唔知影，因为呢高级班伊就是啥，伫初级班甲中级班总浓缩，有呾遐拢会用到。有当用着十字劈卦，有当用着六柱七分土，有当用着阴阳图，有当些去用着啥八九，有当些去用九宫拢有，所以咱基础拢打好啊，真个讲着就叫做简单了。
所以这就是第十二撇，我都去揪出来，吼、哦，啊，所以我再来复习一届。九月就是卜卦，十月就是坤卦，十一月就是啥复卦，是不是？所以是日干月十个不为人，迄就是安尼啦。所以咧，坤卦是十月卦，就是立立生的时阵啊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伊只动了了，是日变啥？地理好，迄个啥？地理好，吼、哦。啊，四季卦咧，这个新卦叫做啥？震卦。正卦就是脚，哎，顶卦就是手，这种上基本的啊，吼、哦。啊，正卦你啊，正卦是脚在行嘛，在行就是伫遐打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咧打十月卦，佮配合十月卦的生，所以有去打着生的啥，迄种卦象。啊，所以你看性能高无？或者卦象伊都免文字哦，伊就迄个意思走出来，只是咱凡夫俗子看有无啦。所以咱若无初级班的啥基础吼，这就做歹入去啊吼。啊，总之也无读基础嘛，无要紧，你先去慢慢啊回想，慢慢啊听，有哪听有就对啦吼。啊，九月咱八月中秋嘛，八月中秋过就来秋天啊。哎，啊，咱都讲是讲台湾哦，这讲这个文章拢是中国大陆遐来的。哎，啊，遐就是啥，遐春夏秋冬足明显的啦，唔是像咱台湾四季如春吼。哦啊，唔捌看到落雪，啊就啥，落雪有哪有啦吼，落雪足唔捌看啦吼，啊大陆足明显的哦，春天的春天，冬天的冬天，秋天的秋天，有够清楚的。所以伊遐中秋啦，中秋节过吼，就开始咧落雪啊啦。所以咱只咧讲农历哦，吼，唔是讲国历。啊农历到的时阵吼，哦，伊遐雪有够高的啊。啊啥物叫雪？咱敢捌看过？哎，落雪的你透早开。你若行伫个啥草啊林吼，哦，拢有迄物质啊，迄就是霜啊，迄就是啥啊露水啊，啊露水搁较高，迄就变霜啊，吼、哦，啊说买霜了到十月就叫做消寒，消寒就开始落雪啊啦，吼、哦、啊所以伊才会落霜，要接近落雪的当中啊，所以咧哪像你用正卦的脚去行伫路中，去踏着迄露水，去打着掉着霜。哦，啊，咱咧一般啦，啊，我打着算头啥，是不是？不过性质无同款啦，性质打着算啦，讲啊，这有道理，道理一道，我打着算啊，唔免过两个月就大寒来咯，所以我转来较紧嘞，啊呐，做啥要过寒冬的动作啊，准备茶，准备出边啦，啊，准备一寡娘亲，准备备的，吼、哦，因为咱住伫台湾，因迄个生活，咱感觉袂出来啦。好、哦，啊，咱若讲大陆，你就知影，是安那才会安尼，因为冬天哦是无可能去做工课，哎，迄落雪讲落到做呢，落到四五千呢，互我讲一个典故，咱听了就知，互我去再哎熟悉一下叫张白白啦，因咧中国人吼拢爱人叫白，爱会姓张，啊，迄阵呢对上来呢，对咱蒋迄个呐蒋公来啦。哦，伊阵在做兵，啊，听讲伊拢对着蒋公的边啊，在做中医师，吼、哦，啊，真退休啊，啊，真住伫咱南部遮，吼、哦，啊，有迄个姻缘哦，参去熟识就对了。啊，伊在咧讲伊的典故，嘿，讲伊细汉的时阵哦，哦，啊呐，伊搁住伫北方搁较寒，讲有阵啊，呐咧要困哦，讲因家的厝啦，啊呐，差不多十间厝拢安尼啦，嘿，迄间厝落古水，你敢知影？讲因兄查迄个查无对啦，吼、哦，伫遐兄查啦，即卖兄呀，你阿哦，迄个查拢火拢熄袂，顶面佫啊藏一块啥物物件，就伫遐食饭啦，哦，啊即卖食饭饱，较紧看看咧，啊呐，佫啊铺一个毯仔落去避蚊虫就对啦，真糟啦，啊这饭桌啊这蚊虫就对啦，为什么？因为要保温呐，哦，啊拢伫遐拢袂当去查，哎、欸。哦，啊，即卖较紧嘞，好，大家看过嘞，唔错，求去困啊。哦，我无讲寒拢站袂住啦，迄生吼讲落到三四千高啊。哦，啊，即卖伊嘛是爱上课嘞，唔是讲倒说就免上课，讲照常爱上课就对啦。哦，啊，囡仔了做分担，啊，妈妈拢嘛做忍耐，啊，要寒时就爬起来早款内底啊煮早餐饭食，啊，结果时间到较紧嘞。哦，啊，囡仔咪哩内底啊要寒时唔爱爬起来，哦，啊，妈妈做厉害。迄外衫外套吼，都唔全，等下啥被里内底，啊来翕袂去无烧，吼、哦，啊即摆时间到，甲几日下歇，念要开，哎，就讲伫门窗内底吼，啊啦衫裤拢穿好势啊，穿啊高高高，讲哎，有诶穿都无乱命就对啦，吼、哦，啊即摆时间到，当硬爬起，爬起了后早顿食起，唔全搁啥出门要去上课，
讲迄搭了吼，迄囡仔囝尔，讲搭有够大腿呢。吼，哎，嘛是安尼硬硬行行，行出外口啊去上课呢。吼，啊，所以你看，因遐人生活就是遮艰苦。吼，啊，所以这就是啥？以大陆的天气来讲诶，所以呢，就讲秋天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哦，寒人要到啊，赶紧准备寒人要过的物件。有当时啊，一礼拜甲出去一撮，有当时一个月甲出去一撮，你无储备足侪物件，有当时啊，安那就带袂赴啊，对啦，吼、哦，啊，所以伊这就是这个含义。啊，所以以状况来讲，动物就是叫做对你好，啊，所以你福卦就是要互咱福建天地之心。这个意思就讲，咱在修道当中，就是安那爱有所储备啊啦。那嘛，我入去来的时阵，我到要施工了哇，地户哇，敢知？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哦。好、哦，那想讲咱今仔行得了哇，施工了哇，碰墙就爱去做啊。你嘛讲哦，安那入去找着啊，拢地户啊，所以给我送咱一句话，这句话足重要，请咱大家一定要记起。这句话就是啊，原料爱比业料较紧，无吼、哦，有当些地户哦，阅历啊要比。什么啊？业力还要来得快，所以咱较常啊发愿的，我讲我要度孤业，哦，像咱前辈前代就讲好，我要发愿要度孤业，哦，啊，咱真正啊，做一人，哦，真正就度人来啊呢，所以愿力哦足大，我做了了呢，你就有力去做。咱若无发愿的时阵哦，无愿就无力啦，无这个力啦，啊，无力就做袂出来啦。所以这就是啥，这就是安尼啦。所以咱今日要达到福建天地之心，最重要就是啥，要有愿力，无愿力就无动力，吼，这是一定的吼。过来，诗呢，人讲圣人先机立法，贤人呢见机立足，无人呢失机立会。吼，所以你讲啊，是那圣人，人会当成为一代圣人，那是无原因的啊，因就是我都先机而发。所以佛在说咧，讲咱前人就是安尼，积劳多，听一个三宝转来归戒了了，戒了了，伊就素食无爱食啥，菜无爱食，拢食素食啦。啊，结果伊也唔敢讲啦，啊，拢因太太咧劝好食，因太太讲话，今日海酒咧啥，米酒头啊无啉，啊肉无配，啊就奇怪，一工啊安尼，两工啊安尼，到第三工的时阵就讲，啊无你是安怎，你要食菜安尼啦？讲嘿啦，我要食菜啊，从注意啊，拢无爱啉烧酒啊，无爱食薰啊。哦，啊你是安怎来骗一个人啊？啊你若要食菜，就来讲我煮互你食。从注意啊，伊都安尼开始食菜。所以这个圣人先机立法啊，嘿啊，讲足好个根基，无可能个代志啊。哦，啊咱道中足济这前辈，才拢是安尼呢，救了多了了，啊啦，什么道理都无听，就开悟就对啦。所以这个圣人先机立法。哦，那就讲前世人，伊就结迄个足好个姻缘。即世人呢，来到这世界上，伊就要真正迄个情有，要来搭帮助道，要来代天双化，要来报天行道。所以，好吸着了了，会受起个点点着嘞。人讲来点啦，去找第啥？伊前世人迄个姻缘，所以伊吸着了就心机如何，拢唔免人家讲，伊家己不断特别清口啊，拢唔免人讲，伊就总就变啊，着啥？真正为道有牺牲奉献啦，所以这是足无简单嘞啦吼。贤人见机立足，贤人见机立足就是互我安尼共款啦，互我十六岁才求道，求了道了嘞，拢无得行，因为十六岁佫国中生尔嘛，到即摆读高中，高中读了去做兵，做兵转来嘞，上班。上班了，到二十几岁阵哦，甲父母阮哥哥带来读研究，读研究了，较知影伦理，伦理了，到去参悟道中，迄阵讲前辈才讲来，你也未求道来求道，互我看看讲，这参我十六岁求，迄阵拢同款嘞，我也有求免啊，去查去查有资料嘞，所以嘛，互我着停过一段时间做长个啊，好佳哉，见机立足，好佳哉讲发了好。嘛啦，赶紧对人一两步啊！无成圣人，无嘛成贤人；无成贤人，无嘛成君子，嘛袂歹啦。吼，嘛拢无啦，拢无真正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呢，就无采讲咱今仔日出去这个肉体来遮出去做人呢。所以讲咱做人，世代难定呢。啥人生难定？要出去做人有够困难的呢，你敢知影？
听讲第一届啦吼，十道十条灵，迄十万条灵魂，卡一条灵魂去出去做灵灯呢？十万条呢，甲一个去出去认道呢，其他拢其他属性，其他属性呢，吼、哦，所以这机会出难得。啊，会当互咱出去做人，甲有法度出去中华，嘿，迄有哪正拼嘞？你敢知道？地球六十亿人口啊，你看，哎，咱台湾才两千三百万人呢，迄比都真正够少的呢，迄比咧怎？比咧钓迄乐透的吼，较歹钓呢，咱敢知道？是不是的呢？哦，啊，所以你看，咱若无去非洲，也无去澳洲，也无去美国，也无去中国大陆，偏偏出现伫咱台湾地，所以中华难生呢，哎，三奇难遇呢，哦，出现伫台湾，你看嘛，足侪都无人求到的，嘛足侪无人去想到的，为什么？因为个人的因缘无同款呐，哎，哦，啊，所以你也看，哎，民俗难防呢，所以三祖咱当地啊，啊，你受民俗意志的，哎，迄有哪看根基呢？你敢知？像咱咧刚下去城头，还一个开一个啥啊佛堂，吼夜会啊，因开一个佛堂吼，哦足庄严。迄天拄啊点四十种，哎，啊结果你敢知影？有缘就有缘，啊无缘就是无缘啦。哎，一个太太带三个囡仔，哦挂拢挂好啊，蛋拢准备好啊，啊要点的时阵哦，啊惨啦，啊太找无人啊，讲囡仔够吵，啊怎啊带回去啦？啊敲电话去告，啊唔来啊啦。过去那去啊，拢差卖人，哎，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迄四位就无缘嘞。哎，啊，咱有缘嘞，到迄个播两点半，哎，夜会一个大汉组囝吼，哎，拄啊无代无钱，就我来咱边啊，就讲叔叔，你都无缘面啦，咱就负责挂号，伫四啊四十个，你看我点点几间，点无六间嘞，哦，我拢做无缘啊。啊，我叔叔，你都无缘啥？啊，我都哎，啊，你怎么没有带你的同学来求道啊？诶，讲阮同乐哦，拢做无用个啦，哎，啊，我嘛无来讲啊，我讲吼，安尼无要紧啦，后摆有机会，咱带因来求道啦，哎，啊，结果吼，到差不多半点钟了，讲八同乐吼，不约而同吼，唔系带去倒佚佗啦，啊，佚佗了带来，因兜要找伊佚佗就对啦，我讲安尼拄好来，有个拢带来求道，哎，啊，讲你们要不要拜拜？讲好啊，拜拜好啊，我所以哦，八种求。哎、欸，你看，迄有缘甲无缘差足济呢。画都挂好啊，扑一个，无爱求啊咧。啊，画莫名其妙讲来咧找伊佚佗咧。吼、哦，所以你看，有缘咧，当然会出事；无缘咧，当然会涅槃咧，事实哦。所以呢，咱今仔日虽然是啥，啊，凡夫俗子，咱嘛要学一个君子，学一个谦逊，见机而作，加减啊修。哎、欸，一直修来，一直讲，一直无修，一直空，功上加功，事前功，道上参道，道无穷呀。哦，所以加减做啦，哎、欸，有好无歹。以后天来讲诶，加减谈较袂散。哦，对不对？哦，以前咱来讲诶，哎、欸，加减行功了完，哎、欸，咱的权力就愈来愈大，哈、哦。啊，无人失去而回，哎、欸，所以你看，凡夫俗子，哦，但遐渡渡过来解，渡来都唔来，所以咧失之而回。咱敢要断掉迄个条，哎，何要断掉呢？我啊吼，真甲多人吼，吼，常常去用放分叫了对啦。哎，我拢讲好势啊，无几点，好，我要载你哦。我搁服务做好个咧，请几个吼，虽然是无介好个车啦，吼，我嘛是有少要要去因兜啊载。伊啊看，何我到因兜啊，就走伊去啊。哦，啊何我搁做有耐心啊，等哦，等等半钟，我啊惨啊，啊时间一定过啊，变怎？哎，因某就讲，伊都无滴个啦。哎、欸，哦，啊，无滴个就走啊！哎呦，咱佫爱办代志啊，袂使一个人耽误着啊。即摆吼，隔天倒去，哎、欸，啊啦，有滴个，啊，毋过无办到。啊，讲好势，但是佫有要办咯、哦。哎、欸，啊，即摆迄天倒去，嘛是佫无看啦。哦，何下度迄个度十二届佫度无成啊？到今佫度无成咧。我所以你看，无法度，无缘，咱都无缘，咱所以无福失之而归啊。吼、哦，啊，所以咱到尾嘛讲。咱的心吼一定沉下来啦，吼啊，这个未免僵直，吼啊，所以吼，咱就是呐，咱无都大家信任，无咱嘛大家信任，哎，变机而作，吼，来，君子敬德修业者，当恶念诸明之时，应即时恶止呀，啊，防微杜渐，防患未来呀，吼，所以你看咱今仔敬德修业，你修啥？你修咱的念头啊，敢知影？修道修心，办道尽心。所以人讲，咱的恶念打开的时阵，爱意哦有动机，因为吼、哦，啊啦，以双肩并治嘛。那像你这个念头歹的时阵哦，你得个压掉的呀，你茫等伊出来，
你若等伊出来吼，安那哦，就拄好胡思乱想，好白想，想啊想日恢恢，安尼时阵，咱啊有可能，你的想法会带动你的念头，你的念头咧会带动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咧会带动你，哎，安那你的作为，你的作为做的事会变成你的命运。哎，啊，所以恁咱人一个习惯产生命运了嘛，哦，你啊看阿伯哦，越愈歹咧，你敢真咧相信？我较早先来食薰，人家讲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哎，真正袂晓食薰，无生查甫人咧。哦，讲干咧，要来食看卖咧。哎，食规间咧调咧啊，食饭饱咧，底下想讲好，安那，无要搏一支薰咧，足艰苦的。哎，啊，不过呐，迄就是较早念头，无法度去压抑哦。哎，啊，咱修道就是真正要将咱这歹念头，那就离爽安尼。你等你还袂结冰的时阵。啊啦，你得爱遏制啊，唔好跟我生出来啦，吼、哦！啊，要生咧，生好的念头叫善念，吼、哦！啊，所以这就是足重要。无你啊，等伊生出来，那是讲咱啊，未食咧正经，你无啊遏制，等你食十担啊，食二十担，搁要改啊，哎、欸，足困难嘞，敢当知？哎，真正要改吼，吼、哦，真正足辛苦嘞。我发现嘛，改较足辛苦，太多改有啦，哎、欸。即嘛是农行个，着改中秀个啦，啊中秀食了来改总统个啦，我也无改，啊结果还是改不了。哎、欸，啊改到啥物时阵才改改？咱去请教寿星，迄阵我搁要请教寿星咯，啊搁还袂改改哦。哦，我着是讲惨，啊即款过会袂啊，啊不管你啦，反正呾上天讲话讲要食寿星就要食寿星啦，着无爱插了你啦。结果吼、哦，足奥妙着对啦。所以咱人吼、哦，只有善缘天必将至，只有善缘从上天绝对助你。结果去请教了，特别台湾了了，哎，足奥妙呢。转来从此以后到至二十几冬，好啊，唔免去食过薰呢。哎，啊，袂想呢，若讲袂见呢，哎，袂去想啊。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咧，咱的念头歹的时阵，你爱恶意恶意动起，当我压掉咧，都唔能够生出来。无你这個。歹念头啊啥，那就生感官，伊会慢慢变冰。你若变冰，要解就困难啊，吼、哦。所以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啥，想解那个方法，变成啥防患未来。好、哦、啊，所以家人讲，不以善恶先秀而不为啊，不以恶孝以为之啊。所以呢，伊这就是在难讲啊。那么讲这先秀化娘娘，哎、欸，这那拉人一把，啊，这秀化娘娘，我不爱做。哎、欸，那一块垃圾底下，你要捡啊，无爱做。小我小善，你拢无爱做，你要做个大善呢？按佛爱讲，可能无大善人互你做啦。事实个呢，因为呢，凡啥物物件，拢伫小处而着手。像咱咧捡钱同款啊，一块两块，慢慢捡到十块。哎、欸，十块捡到一百块，一百块捡到一千块，一千块捡到一万块，一万块捡到好，哎、欸，捡到十万、百万。所以百万富翁就是安尼咧，伊咱较早土个拢欠长内多咧，哎、欸，无其他靠家富瑞生活啷个过啊，对不？哦，啊，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咧。那万古嘛，这些话恶事话去，你着阿做，我安讲，哎、欸，细汉靠万古啊，大汉呢靠牵古啦，哎、欸，拢就是安尼啦，哎、欸，啊，所以咧，我讲一个善小而不为。咱妄想讲迄小块代志无做无要紧咧，迄种最重要咧。咱妄想来运动啊，无啥。啊！我曾讲说，讲一点我听拢无，哎、欸，听无，哎、欸，至少会讲到，慢慢听，慢慢听，你听一个，总有一天会开悟，开悟真正比你赚几千万较好啊！我袂骗啦，因为我就是安尼行来的，哦，我讲一个小插曲，咱就知，因为这参咱人生无关的，哦，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啦，伊讲要去啥应征事，应征工课啊，好，啊，结果好，啊那进青菜哦，得拢几百来去就对啦。啊，人要读书两个尔尔啦，爱也参人去拜啦，爱讲啊吼，啊呐，要讲两百去拜就对啦。我一个叫伊去问啊，嘿，啊结果吼，拄啊遇到伊啊，爱足欢喜，爱怎卖朋友来，哎，啊再看伊涂跤一个垃圾伊来捡，足顺手的吼，就来捡来就对啦。啊捡个无垃圾桶的，拄啊第二落地啊，哎，啊结果就去迄落啦，吼，去面试啊，哦，迄主管吼，哎，就讲你明仔班通知。啊，就转去啊！就讲啊，侬唔免问吗？唔免啦，你明仔载等同事。啊，结果伊落厝呢？啊，啥落厝？哎、欸，伊去上班的时阵吼，卡迄个主管甲人讲啊，迄条那紫色是我台湾赚的啦。
大家以为拢赶要赶紧要面试尔尔，拢无去看到伊张，啊有看啦，拢啊当作无看。哦，啊我爱的毋是才华，毋是能力，毋是理想，拢毋是，我爱是恁的勤快啦。那是公司有啥物问题，你看到做啊，安尼是遮简单尔尔。那就看到紫色，你也跳个安尼尔尔，啊是咱大家做袂到啦。哦，大家偏伊速速的，偏伊朴素的，我就毋是爱说你，哦，感谢咧。哦，我爱你看到代志，哎，做自然你就去处理啊。啊，所以我爱的是你这种人，哦，啊，所以呢，伊做欢喜个，哎，啊，所以真正你莫想讲这小处，哎，无啥，有当时啊，就是你一生比一生啊，很大的一个关键，哦，啊，所以这就是安尼，哎，啊来讲，哎，理想兼彼此，上个重要的来开始讲，真正爱先天先讲，别咱大家先天先讲，咱若看到啥？伊啊，要向人飞啊！你落迄个角色啊，讲啊，当伊到啊，对不对？咱刚刚看过伊啊，咧飞，变人飞啊，伊个拢有一只带头，即卖边啊，两只来、三只来、四只，哦，我排到足整齐呢。所以你若看哦，燕子呢，要向南边去啊，因为南边上火较温暖，所以才会寒时阵，你着规堆带咧啊，啊那要啊那到南边去啊，啊过寒冬，啊南边遐较袂寒，较袂叫寒死啊。所以你看伊啊咧飞伫南边去，你就知影当天咧搞啊啦，哎，所以就爱准备啊，哦，哎，看到倒过来时，你就知影地震要来啊，敢知？所以咱人吼，咱只好看看，比倒过来较无路用哩，哎，像你我92大地震，咱敢有听人讲过？讲进前了，足侪倒过来拢走出来外口咧喘气啊咧，拢出来外蛇啊，啊，迄倒过来坐甲会惊死人咧，哎，啊，咱人拢唔惊咧。啊，倒过来先来走出来，地是上过下个，上过做啊，伊站袂住啊，所以就都撞出来啊。所以咱若看足侪倒棍啊吼，你也注意啊，地动要搞啊啦。哎，所以吼啊，安尼吼，你着赶紧去买一个帐篷吼，放外口。哎，因为进四川吼，讲做些帐篷拢袂无够啦，因为吼余震很多，啊，各个人拢去买帐篷，内底拢唔呾大，拢拖外口。哎呀，所以咱着爱有这个先天先干咧，啊，无真正。安怎死的都唔知呢，讲较歹听就是安尼，吼、哦。啊，咱若看到狗爷咧搬厝啊，咱感觉看狗爷咧搬厝，狗爷也无代志，不比伫窗边拢无代志啊。你若看狗爷规顿咯，哎，啊啦，蚂蚁上边好，反正搬离了，买搬离啊。我来讲，唔免三工，你就落大雨。安尼狗爷好厉害哦，所以吼、哦，这昆虫拢比咱人较有觉性的，较有觉性的，啊，咱人拢麻痹无觉性。哦，啊，所以你啊看，看到狗爷在搬厝啊，你就知影要落大雨啊。啊，你讲落大雨，落大雨，啊，要用啥？赶紧准备啊！咱到啊，到老的，赶紧补补的啊，好无？哎，到安怎吼？赶紧修理你的啊！哦，啊，所以你啊看，即间咧落雨落几礼拜啊？哎，落到大家吼，我心情无介好，好啊，是安尼。好佳哉，咱今仔要读研究班吼，哎，上面准备讲，哎，唔茫过热啊，吼，落伤侪就无意思啊，吼，啊，所以你看。哎，蚂蚁就是遮尔啥有角色。啊，咱来看家雀咧飞，家雀啊，家雀讲是还袂咧飞，你注意看，伊拢走来走去尔尔，伊袂飞。啊，要落雨进前，伊会飞。咱若相信，你也试看卖。你若看家雀飞来飞，就是过两三工，就是咧飞哪要落雨啊啦。哎，因为这拢好好经验过，所以较敢讲出来啦。吼、哦，啊，咱若咧看啥落叶时阵哦，你就知影秋天要到啦。哎，秋天扫落叶嘛，哦，所以咱就要去预感。咱若看人天灾地变哦，你知影结束已经到啊。所以上天讲啊，未来结束叮叮当当，毋是不管你呢呢。所以你看咱今要念念未了呢，熟悉的呢，啊是爱结束太了真济。这伫20几当前吼，上天就讲结束就愈来愈济啊。你若无赶紧求断吼，拖这个结束拖袂过啦。哎，所以你看愈来愈近，愈来愈济。吼、哦，来啦，921大地震。如果911攻击事件，哦，南亚大地震，哎，今年四川大地震，缅甸的那水灾，哦，包括讲迄落进美国的那龙卷风，哎，这种天灾地变呢，包括咱进台湾的长病毒，咱台湾啊，长病毒嘞，哎，七个囡仔死啊嘞，哎，拖了你讲那种严重，咱这个控制有开，香港听讲过两个号都停去啊，拢长病毒感染啊。有那死足侪人去安尼，所以你要看未来的天灾地变是有够侪了，对。哎，讲到这，我来讲一个秘密啦吼，啊，这未使有白讲，安尼讲到这无讲煞挡袂牢了，对啦。孙尊老大是一届啦，因十六了，对啦。
讲啥？讲南亚大地震是死三十几万人，伊讲这个小 case 的呢，迄未来佫比这吼强十倍，强十倍哦，哎，讲佫会来就对啦。啊，讲迄叫中的结束啦，讲南亚大地震的叫做小结束尔啦。啊，中结束佫变佫一个大结束，啊，到底偌大？讲比中的加十倍，安尼尔尔，安尼到底偌大？哦，阿弥陀佛，尽量迄个卖来就对啦吼。哦，所以你啊看，咱看到天灾地变，你着较紧的先讲了完啦。哎，你唔好佮怎样吼，麻木不仁呐，较紧先讲的，较紧度人的，较紧救人的，救一个算一个。咱这就是要这个决心的。哎，咱嘛讲较无要紧啦，反正我有度人也好，啊无度人也好，啊一天过了过一天，安尼好，真正。因为你有迄个悲天悯人的心啊，迄个慈悲心发出来。你救一个算一个，救两个算一双，救愈济，安那，卖讲功德啦，安那，魂脱离这天灾地灭，安尼做皆得个，吼，啊，所以第一个上重要就来讲，爱有这种决心。以后天来讲嘞，第一个，人讲主见，啊，袂使动嘞。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哪得生娘呀？阿袂阿个结冰个啦。吼、哦、啊，所以伫咧了咧，伊是开始都决定啊。以温度来讲，逐渐衰退的征兆，因为啦，啊未到气候的，吼、哦，所以咧运气无介好，我动着真熬无好哈。投资咧，你若动着真熬，我动绝对袂使投资，投资偌济了偌济，这都重要。我有来讲啊哈，科技咧，科了做歹。是安怎讲？理双兼并治啊！人要考试啊，你较早理双兼并治，较早准备。咱就较早一块歌，去到护理系的时阵，较知影，咱底下拢无钱，对不对？要等到考试的时阵，较知影，我普通时拢无读册，吼，感觉。所以考试无好，因为伊当咧准备尔就对啦，吼。一病咧，小病，啊，佫无医咧，会变大病，因为理双啊，理双佫小病咧啊。啊！你小病无医嘞，必大病。未来就是安尼，吼、哦，求诊啊，做不了退回的现象，吼、哦，所以求诊会未成功，吼、哦，所以这就是第一熬，必须先甲咱讲的吼。好、哦、来，第二熬，直荒大不修不立，小强出来讲，六级之动，得意风扬，不修无不立，地道公扬，吼、哦。所以什么叫直荒大不修不立？空挂地字熬的新挂主，伊扮演着一个足大的角色，所以互咱看，咱讲要看新挂主，你要看第五熬嘛好，第二熬嘛好，啊，不过第二熬较好，第二熬较好，为什么？因为是因故，因为得伊中正之位，伊得中要得正，安上好。第五熬虽然是好，唔过伊啥，伊有中啊无正，就是因故用位，所以呢，伊无法度达到中正之位。所以有两个那中位尔尔无正位吼、所以这就是安尼看。啊，得啥物叫得？得就是得线啦。吼、所以咱若咧出物件，这个门出得嘞，迄就是啥？坤卦第二爻。吼、以咱太极来讲嘞，无极为太极。吼、所以呢，这个得代表着太极的意思。因六祖大经来讲嘞，讲淡用初心得了成佛迄个得。所以这得真该有咱有来讲过啊，为啥得心啊？什么叫得心？不属仙，不属哦，这叫得心。所以现在咱道中诶叫做一贯道，这一贯道不是咱家己喝的呢，这就是伫《论语》孔子就2500年，伊咧啥传真啊传心法的是当中，就讲我得一贯之，就是伫遐衍生伫来的啊。所以一贯道应时应运多靠咱家。我讲话讲到白，咱就听有啊。你啊看，咱较早要做一件啥，爱安怎做？一间这布厂嘛，布做做的，佮上衣哦，呾染布厂嘛，你上面烧的，泥泥的，这泥泥料的，佮上衣啥裁剪嘛，裁剪料佮上衣缝合嘛，缝合佮再去裁刀，算一件衫哦，要经过七斤工匠、八斤工匠拢有得了。这个时代咧，够人搁安尼做？这个时代啊，安尼做袂富气啊，叫做一贯作业。一间工厂，这部啊，这部嘛伫遐，这部嘛伫遐，裁剪嘛伫遐，裁缝嘛伫遐，好无？所以伫后壁，伫咧上来到头前，一件衫好势好势啊，叫做一贯作业。
啊，这参咱修道有啥物关系？较早修就是像爱安尼落去，一世修修无成，无要紧，后世过来，后世佫修修无成，佫后世过来。所以你看佛陀当时嘛，讲伊已经来出世几千世啊呢，佮会上来出世做一个佛陀呢？哎，较早修修我就是安尼啊。啊，正叫做啥？一贯作业啊。因为啦，天灾地变一定伫咱个眼前啊。咱若过安尼一修，那慢慢修，这叫正法啊。慢慢修，慢慢修啊，一定袂负啊。所以咱即个即个一贯就像咧做啥共款，啊啦，一世修，要互你一世成倒去呢。你毋免阁后世阁来啊，安尼叫做啥？超生妙事之道啊。所以咱一贯之道就是像一领衫，伫头前做，到尾啊咧包你啊，互你成就一个成果。这叫一贯道，哦啊，所以咧，这就是啥？必，唔茫去过啊拽拐个抹脚啊，拢免，哦啊，所以迄个啥？不输钱，含钱的你慢慢烧，含 OK， 嘛袂使去做，迄、那个动啊就对啊，哦，所以当下无心，自性自现呀，哦，这个有水无？你咧做代志，当下你也无心，自性现出来啊，你就是用你的自性去做代志啊啦。哎，袂讲吼，我度这个人几功功德，我做这件代志几分功德，袂啦。哎，都已经怎样无心了，所以咱就是爱做干呢。哎，袂讲我讲一堂课吼，我就是功德袂啦。哎，因为咱拢来参咱分享的，所以你也抱着这种心去做，自然自心的自现啦吼。好，来，咱阁继续来看，风，风就是圆风度的风，对无？会记得无？圆风度外口圆的，内底是四角的，叫做风。所以伊中央无寄托，所以伊用到天圆地方。所以啥叫天圆？意思讲咱待人处事啊，外口的功夫、外面的功夫，你都要像天同款遐尼圆滚。伊搁伊多长光闪闪，哎，茫安那绵绵角角，万来讲一句话去人伤着，万来做一个行为去人伤着，安尼啊，人道无常。所以咱伫人道当中，你都要啊非常的圆满。哦，啊，地方呢？地方就是贴近方面的功夫，哎、欸，就是讲对别人，你就是安那非常的圆满。啊，对家己呢，啊，贴近方面，哎、欸，家己要求、家己的边界、家己的自我遐体系，吼、哦，啊，所以来讲中央无寄托，所以呢，托是中央啊，所以这个方代表了啥？中央无寄托的托感觉，哦，所以咱处事就是这简单。家己爱自我要求，对别人呢，袂使要求别人。对别人就是啥，宽容、宽待，哎，爱圆满，哦，啊，所以这就是福。待呢，一个人得个因为是待呀，所以天大地大，好大虚中又是大，所以啥叫待？哎，就是安尼。好、哦，所以一个人得着因就是待，哎，所以这个待就显出来。一个人若要求道嘞，我都显达到啥待人的境界。好、哦、啊，所以呢，咱就一定要赶紧啊，所以在座可能大家拢有求道啊，才正容易吼。啊，即卖得个道了了，那慢慢修，得修到大人的境界。好、哦、啊，所以天大地大，五大虚中又是大，这拢就是大的啥？因影响。不是嘞，不是就讲唔免勉强的，唔免去好的，自然就会。哎、欸，啊那，安尼叫做自性的流露啦。难道什么物件免好的？咱足侪物件免倒来，你敢知影？像前届一直有讲过啊。你看红叶啊无？红叶啊，你明仔甲解安怎修现，伊就家己晓修现啊。咱若相信，你注意看红叶，你注意看，伊做到安那迷失一个物件，伊咧看别物件吼，拢安那目睭拢袂转转哦。啊，直直看，直直看，有迄红叶啊，一个手袂安尼哦，啊，直直看伊个手哦，看甲袂转转哦，迄就是咧修现啊，呾。啊，教人啊教讲，得爱修现，唔免啦。哎，伊就足自然，伊就啥，就做出来。因为吼、哦，伊迄个时阵完全无污染着。伊迄个时阵啥，大家不时。啊，啥物不时？就讲你唔免学就会。哎，你看咱若口误啊无，口误啊，敢着学？唔免啦，足自然着啥啊，就是口误啊。哎，啊，咱下伊咧，咱下伊嘛唔免学，足自然你就会下去啊。吼、哦，啊，包括咱泡咧，泡嘛唔免学，囡仔出世就是爱会晓泡啊。好、哦、啊，所以咧，做这物件，就是啥，唔免得你自然就会，叫做不时，啊、哦，啊，所以咧，迄个啥，咱自性的流露，所以自性的物件，你唔免去倒的，所以咱有分着啥，哦，学习，迄个啥，智慧甲知识，知识就是你爱去学，像咱电脑袂晓，你来去学学电脑知识，啊，智慧咧，智慧就是咱自性的流露出来，迄个物件拢免去学的。
所以咱有法讲着讲，生物来流乱的，那非乱的时阵，现在生物也免跑步，也免电脑，也免资料，免啥，伊就我都徛个好，我呾一直讲，一直讲，讲两点外钟，现在安尼，迄就是伊自行流落啊。啊，伊是安有法度，咱也无法度，咱嘛是法度。咱是去受了疾病所苦，比如说被人拔掉尔，咱的自行去抗掉，无法度流落出来，无咱大家拢有法度咧，咱知无？哎，所以这就是啥？这就唔免二度下，来地道之光，所以讲地道之光的呐，诺莫吉功，何功较百千，何功较万里，这个地道之功呀，因为呢，地道代表了诺莫，所以叫诺莫吉功，所以讲六字脑啊，故中立得情呀，极不得尽，人之自然，理不自生，不加修行啊。理功而自成，果不实言，理无不理呀！所以人讲哦，六字熬得啥，得着中正之道，所以唔免学得下啊！我来讲一个闲话之音，你看这个经伊就足妙诶！你啊看，只动熬得是毋是变康化哦，小心化，所以只讲唔免学哦，不是哦，唔免学，你得下啊，迄个是你自成嘛，唔过咧，就又要后天咧，是必看卦，好无？各位先生，这是必看卦。看卦你也先，伊叫死坎，就是讲你到又了后天的当中，你得来恶啊啦。你无恶，你无都进入到啥问题啦？咱变啊恶，借着啊物质发展，来观照发展，靠我到发进入到思想发展，无安尼无法度。无你话，咱这个经慢慢读咧，你本来回心的故旧，太得去读个经。本来古早，咱在读着做大经，所有经典拢唔免读。唔过，咱就有后天了咧，规个拢去了啥？蒙白去啊！所以咱就慢慢啊去学，学啥？学咱的自性的啥？巧妙，所以经卷读愈侪，你愈开就愈精。就是八加你啥？太阳跟自然的现出来，现出来就是啥？你自性自现啦。所以大家嘛有自性分啊，大家都有太阳光啊。是安那，这个太阳光较危险，乌云像这大条嘞，所以咱今要来参拜，要来五道，迄就是啥，咧拜这个乌云啊，所以叫拨云见日嘛。你看太阳光当着个用啥物？发亮器个发亮，唔免呢。太阳本来伊就发热发光个呀，像咱个灰尘同款啊，本来唔免热的拢会呀。只是咱个拨开出来就好啊，来。咱那个不合理念，就是咱的良知啦。你唔免恶得下，叫良知啦。唔免啥，唔免思虑的，你自然就知影，这叫良知。什么叫良念？不思虑的，你唔免去遐想，就得个到的啊，那叫良念。所以良念就是咱啥，良心之性，良性之心。所以不合理念的叫良知，不思虑的个叫良念。所以固有的在咱内底。所以用你用你你要看有奥妙无？见卦，受命数一计了，就是你的良知良念。咱见卦无受命数一计了，良知良念显袂出来啊。所以有人讲我求道也无感觉啥啦，差侪咧。得一点就惊人忝忝咧。所以得一点，你良知良念你较知影显会出来，无我都显出来啊。你看良知良念显出来，很出奇怪哦。伊就跟你讲我嘛要学吃素食。我嘛要清道素心，我嘛要修道，足厉害哦，你敢知影？迄就是你量，你量念慢慢在流露，所以非常难讲你吼。所以王阳明来讲啊，心者心之主也，意者心之发也，理者意之体也，所以讲心意理，这三者无同款。讲心就是咱身躯的主人啊，所以啥物人主宰着咱的心，起心动念就是你本性。所以讲着本性就是啥，咱人得困难对啦。是毋是如如不动？迄阵无恁动啊。要透早起咧，是个心动，我今日要去倒，要去找某位人。所以一个心动了，就必一个心啊，心念动了嘛。所以心动了咧，你看意就发转出来啊。意思就讲，我要去找什么人，我就爱走高速的，走南极歌的，走去倒去，迄个意我当就走出来，地界意之体啊。所以造出来了咧，搞的人伊就啥，较贤计划；合办的人咧，伊就较慢啊，慢计划。不过做出来代志，拢是同款的。所以地界以之体呀，
吼，啊，讲不食而知营养，所以呢，达到目标的时阵，迄个产生作用出来啊，吼，所以心之所愿便是意啊，所以伊人讲，讲咱这个心意当中所发出来，迄个啥，咱人的意思，所以互我来讲，咱人在做代志，唔忙照咱的意思来做啦。尤其是咧办天道，吼，你咧办药师，咧药天的代志，无要紧啊。我看要请几个人，请几个工人，要哪做这个做请伊啊，赚多侪钱，迄咱家己意思无要紧。唔过办咱道中的代志，别使家己有意思。哎，啊，你讲讲咱家己无意思，还是要哪办？哎，咱做办做上天的代志哦，爱下天的意思，敢知影？天有天意，人也人有人意啊，哎。啊！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啊！你绝对无法度合我啦，哎！啊！要合你的意思嘞，无合我的意思，唔好。啊！要合我的意思嘞，佫无合着你的意思，嘛唔好。哦！啊！合着咱两个意思，佫无合着天的意思，安尼嘛唔好。啊！所以一定要啥，照天的意思来做，安尼就无唔对啦，安怎？所以这足重要嘞，哎！咱人拢讲我讲较对啦，啊，无就讲伊讲较对啦，都唔对啦，天的意思上对啦，哦。啊，所以嘞，这就是往往闽南讲的吼。百公人人古有诸来佛性，所以直方大不修不立等功。你有一个佛性啊，这个佛性有大无？有德哦，功德有够德的啦。有哪？当下就是德啦。哎，方哎，有够细高无？有够大哦。所以呢，大到无法度啥，只要形容叫做直方大。所以佛性是方，是这么流发关系就推动无边呢。你别啥沙无，你别讲无无，别看看无，别啥哎，别遐厉害无呢？安尼有大无？真正有够大，哎，所以德宏大就是讲咱的自性本，所以叫一真一切真，万境尽如如啊。想要我来讲这句话，哎，我来讲一个小插曲，因为呢，咱时啊吼就叫占经班、占星啊，哦，伊咧修有够好就对了，哎，啊一届吼就是啥呢？伊拢负责咱时啊的工课，包括咱的新完善的建设，拢伊都负责得对。哦，啊，伊有照了吼，下暗时拢搁跳到咱壁来高扬个宣传啊，哦，啊，所以呢，足感动个啊，哎，啊，这个修为有够好个，啊，一届就是安那，你敢知？哦，讲吼，人有在班，哎，讲又导着一个人，要带迄个人来入班了后，是要做讲师哦，为着要导迄个人出来入班，伊要陪安尼尔尔，我着伫新源山跳到尾徛来到遮，上半嘛爱两点钟就对啦，哎，啊，一路徛来到遮，徛十点闭班，搁要转去啊。要转去吼，拄我到啥新市啊，一个十字路，哦，我拄啊落大雨，落到大啊，落到大到啥嘞？头前拢无看到啊，哦，哎，足标准嘞，看到红灯就停嘞，啊，看到青灯伊就过来对了袂，对不对？是毋是啊？足简单嘞。唔过边啊一个开客运车，哦，就从落只大无可能有人，看到红灯嘛才从我冲过，啊，所以伊拄啊青灯徛过，徛到中，啊，一台车冲红灯拄正正吼，边个边个路一个。哦，砰一下，哦，足严重，迄车哦，都要讲喷足远个就对啦。啊，人啊，飞起去断了啦。要加在即个龙，即个够心良心嘞，看到安尼惨啊，啊啦，救救护车，因为我感觉上班啊较紧嘞，啊送去病院。你毋知即脚骨吼大骨啦，当手骨啦，就变啊骨着七八斤。哎，即个头受伤，好加在有伊安全无无迄条呢，再见啦。哎，哦，我即摆口罩叫啥吼？伊阵嘛好啊，袂完全嘞，变行路去拜下拜下就对嘞。哎，啊，即摆你敢知影？弄着够严重就对嘞，伊免要挑伊，所以上天搁要用伊个吼。啊，即摆我去遐看，你毋知人讲啥？讲哦，我先生体弄到遮严重啊！哎，我迄时阵足疼嘞。哎，当我无伫个时阵，就开始爱对爱就对嘞吼。啊，等我来去遐看，就袂爱啊，唔敢爱啊。我话咧，我遮严重啊！你敢知人讲一句啥？弄不着，敢知啊？敢知啊？啥物意思？我这境界有关无啦？讲弄不着咧，哦，我一阵等者，讲太弄不着啊，遮严重，太弄不着啦。所以人迄有境界的人，就讲一句话就一句啊。哎，爱去人讲弄不着了，一斤一切斤，万境尽如如。这句话就是遮来啦。哦，我讲哦，原来你是咧讲迄样。哎，自信太弄会着啦，自信安怎弄嘛弄袂着，敢是？伊讲我当时我的脚、我的大腿小腿、我的变哪骨，啊，我的姿势有对无？完全无对，所以讲拢无对，有够搞。哦，啊，所以你看，这个直宽大不行不利啊。所以咱的境界，我都达到安尼啊，真正哦。啊，讲大量初心得了成佛，就是迄个当下叫做定哦。啊，所以我再来讲一个故事，叫做成功。
先讲讲即句话啦。啊，像咱老少即句诗，咱来知影，较早要修都是足困难的。毋是人家佫拜托你的求，佫车起来载呢，无遐好康呢。吼、哦，即、這个故事就是啥？发生伫较早，但摩祖师伊就是西方啊，西印度二十八大祖，所以使命到就来脑水翻掉，所以阵呐。风啊，交通工具做歹啊，所以一去江中，所以就一尾渡江，一支竹竿带伫啥水上，都飘一个飞过来，飞过来中央大陆。伊本来要去渡龙武地啦，因为龙武地迄阵哦好，安那种好运的啊，三日一时，五日一暗啦，有够好运。所以本来要去渡龙武地，啊，结果咧，参龙武地袂契合，龙武地问讲，哦，啊，你就是西方来的啥高僧？我请教你一下吼，像我做遮济啥，三日一时，五日一夜，都是功德啊。有呾南无祖师讲，死无功德。哦，了不得讲啊！我做遮济功德，你也讲无功德，安尼你这参我袂合。大汉啊，我无爱插你啊。所以南无祖师感觉足遗憾的，要来中午啊，要来当土去度度人，啊第一日就度无着人，就足遗憾。所以天文驾雾吼，飞伫空中。啊！看到那边哦，哦，紫气登来，哦，起作风了，对啦。伊啊，看一下讲，哦，要搞人，伊啊，钢筋摔倒，就是原来的神功，伊啊，钢筋四十九档，神功有厉害无？钢筋四十九档呢？啊，相当佛道的功法呢？啊，有入心无？无入心，是安那？伊无受名数一次啊，吼、哦！啊，所以淡薄的，安那，你来看卖咧。迄听课的人足济呢，较早的人听课，差不多正听课无同款。较早听课的人爱徛咧，讲课的人坐一下，听讲是安那，讲徛的人业障较重啦，所以互我徛伫咧讲业障较重，吼，啊坐起人业障较薄。啊，所以较早就是上师就是坐伫遐讲，所有的听课的人拢爱徛起，但无做事嘛是安尼，拄仔呾飘一下走落去伫上后壁，啊听咧讲课，啊就搁笑诶笑诶笑诶，因为听有啊，你讲这拢无入心啊，所以就笑诶笑诶就对啦。啊，神功坐伫遐，哦，快看，遐人拢在看哦，啊，太后壁就拢在那笑就对啦。伊一个念头，那讲话哦，啊，一个念头想，啊，好，等下说吼，我两只手去落来，来放起来就对啦。啊，迄念头是去惨的啦，啊那，等下想想咱讲的闭班就对啦，闭班就刷破，啊，大家心内了就走啊。结果吼，但无做事，两只手去放在那，放伫倒啊底，拢无讲话哦，两只手去放伫遐就走啊，嗯。啊，我无讲，伊在家己办来了。啊，边啊，搁一个书生，啊，你讲啊，你是啥物人？在阿伯走啊？伊讲我伫阎罗天主来转身啊，来化身的。啊，我直接等，等你时间到要了，你就来地府。伊讲啊，我今仔日咧讲经四十九章啊，功德遮尔大，我搁得有轮回吗？伊讲无唔对，因为你啊，我都见性啊。我话。啊！我讲这唔用白讲诶，啊！尾仔我脱达到啥？超生了死之道，脱离开你阎罗之手啊！伊讲确实迄个有道，啊！惨诶啦，别人去得罪去得罪，这个有道诶。因为伊啊讲尾仔摆两只手去啊，啊！伊先感悟着啊，摆伫遐等伊啊。哦，伊讲啊惨啊惨啊，哦，伊就真正病去呢。哦，啊病去了吼，但无做准走去少林寺。哦，听讲这个少林寺遐过去当地啊。哦，爱着去比伫少林寺后山有一个山洞，啊，伫遐禅坐，伫遐坐高僧啊，所以人讲淡薄做事叫做不倒翁，就是安尼来啦，啊，你毋知偌厉害，伊伫遐坐到硬啊吼，迄病吼，迄个影吼，都硬入到内底呢，互我听遐讲的呢，结果吼，日本人讲为着要取迄个病，迄个影已经落到就对啦，写到这落到啦，要取迄个病，当伊研究。讲偌暗啊！你敢知影？讲你啊买块壁，迄块壁出一尺，一尺差不多安尼嘛吼，出一尺降下啊，出下一尺搁搭入去，安尼有厉害无？哦，所以迄个影吼，永远伫遐，无啊多人去遐出着对啊。啊你阿妈伊伫遐坐的时阵，都唔讲话，面壁九年，吼、哦，啊未到九年之前吼，成功了就去啊，就去，啊啦，伊都淡薄清醒，伊都无爱讲话啊。所以咧，无爱讲话，啊，毋过神功足厉害，为着要感动着这南无祖师啊，传伫一致心法啊，伊都伫迄啥雪地当中跪咧，好落身底细重啊，啊，伫咧倒伫咧落啊，神功祖师伫遐跪伫遐，唔停当暗解，
哎，啊，唔食饭，咧连续规三暝三日拢无去做，哎，啊，因为有那练功夫啊，练气啊，所以伊周围就多变一颗啊。哦，迄酸吼，啊那贵的话贵的，一定落到参伊头吼，白管那就对啦。吼，啊，所以呢，啊那，哦，但我说说，哇，他有这个人啊，哎，三暝三日了，他叫感动着。感动了了啦，只有结果就吼，因为时间关系吼，等等，因为这十分钟，刚刚继续来吼，感谢。